我们公司的人都在等着你，你可以去找老板。好的，我会去找老板。希望老板能用我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好，你今天先回去吧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。好的。 这是今天面试人员的资料。你好，我是今天的应职者孟初夏。 我想要应聘的职位是龙潘豆餐厅青岛店的店长。对，我见过你们 M 集团的新董事长，怎么样？你今天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胃口啊？ 我让人炖了汤，这就给你拿过去啊！啊，陈少，我先挂了，回头见啊。怎么样？我决定了，把沈氏集团的总部迁到青岛去。啊！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龙潭豆餐厅青岛店今天正式开业了。 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她叫……哎呀，好了，谁不认识啊？二宝啊，你这个可真是深藏不露，那我吧。<笑>你们两个怎么会？不知道这件事我是什么样子，你们陪我做最开心的事情。人生这么漫长，有他在，才不无聊嘛。二姐二老，我就跟他一起二吧。抓住你的手，再也不会放开。可是我还是想跟你。